勇者先。狼里窝，孤狼。孤勇者生存模式规则：演唱前定下自己的舞台目标，达成目标增加目标的10%实力值，反之扣除10%。你们都知道游戏规则了吧？其实就算不清楚也没关系，你玩久了你就会懂了啊。我们现在要选出第一个上场的孤勇者了。好啊。众所周知，第一个出场的人会面对最严苛的标准和考验，但是今天不一样，因为他会面对更严苛的考验。好可怕啊。但是呢，他还能获得最新升级更好喝的优酸乳果粒酸奶饮品。Wow. 优选生牛乳且果粒增加30%。超给力的升级美味也正是勇者的标配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所有孤勇者里面谁最勇，最勇的人可以冲上台拿到那盒优酸乳果粒酸奶饮品喝一口，并且念出卡片上的专属口号，那你的舞台就会成为整季节目的第一个舞台。念了没念完？现在还没有开始吧？还没开始吧？其他雇佣者你们也同意他是第一个吗？你们没有人想抢第一个吗？所以你们都 OK， 你们都 OK with that。 好吧，我只能说你真的非常勇敢，非常勇敢。 Now one shot it， one shot is 干了干了干了， let's go， 干了，很好喝。哇，上舞台这下够酸甜，恭喜你开启生存模式的第一个舞台，不管是谁给你的勇气，优酸乳果粒酸奶饮品祝你的舞台超给力，谢谢。哇！第一位孤勇者锁定。早上晚上都得上，再一个我看大家其实也会带有一点犹豫，那我觉得那就去呗，无所谓的事情。大家犹豫是因为周深的规则还没有念完。是吗？哦，我好像当时我也没听什么，反正我就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天泽，然后李天泽会用李天泽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李天泽是谁。哦，然后我们就先开始吧。啊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歌手？我其实已经没有准备再做音乐了。那你来干嘛呀？哎，老姐，你看他获得过的成绩：商会执行副会长、投资机构总经理、有限公司的董事。哇塞！哎，请问你做啥生意啊？早的时候我做过演唱会，我做主办。主办方？哇，你很有钱哎。哦。这是一个甲方，晚上跟他喝点，看他们音乐节能不能把我们乐队抱一抱。啊，你好，能帮我把那桌子上我两台手机帮我拿过来，谢谢。等会儿我就提个验证码。好嘞。好，薇薇，我这边签完字了，嗯，你跟李总讲吧。从事商业的这3到4年时间里，其实，近一年的舞台数为零。我没有认为这一年里有真正让我觉得是舞台的舞台。啊，你不能说我去给人商会，大家像晚宴我去唱个歌，那也叫舞台。你在那个场合下，大家不是在去欣赏你，大家是在欣赏你的身份，嗯，所以那让我觉得不是舞台。在音乐的道路上，你遇到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？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家里不让我搞音乐啊，家里会觉得我帮不了你什么呀，你搞音乐我也不懂，你这个行当我也不了解，就除了给你钱，我也给不了你啥呀，就家里会这样。是啊，很无助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很无助的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事情你有钱就能办得到的，真的是。所以你来这里寻找舞台？对，其实我是蛮想的，那我肯定是很想以就是音乐人的身份让大家去感受到。
OK， 因为你是孤勇者，你必须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。孤勇者技能触发，天子加油！满分410力值，孤勇者在演唱前到设定目标区设定自己的实力值目标，达成目标增加目标的10%，反之扣除10%。只要定得低，其实就是稳的。但是感觉在这里定低了又不太好意思。对，所以就拿个中间，我觉得。没关系，我很好意思，我就拿最定最低的。孤勇者好像就更变成了一个，你需要就是比较聪明的，给自己有一点预判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就感觉有点像考验你对自己的认知清不清晰这种事情，或者说你能不能 get 到老师们怎么打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你孤高吗？你就拿不到这个游戏的那个分数。你孤低吗？看不起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艾拉姐，你猜他会给自己设定多少分？你这问题，他要不就不设定，要设定他就一定满分。400啊，心里400是不可能的。他就敢这样。设定完毕。加油！加油！拜拜。请孤勇者倚天泽开始表演。哇，谢谢李天泽带来的第一次的表演，谢谢。接下来请舞台推荐人进行实力值评定。那嘉尔你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，没你的事儿啊。没我事。对，每个人满分100分，第一个上场永远是最不好的，他要面对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。那你打多少？因为老师们都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更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前面可能都会适当的压那么一点点分。就这样。都写好了哈。那我好奇一下，天泽，你会是个给自己高分的人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给自己很高分啊。啊，我设了3个亿。3个亿？啊？111啊？111很低耶，才三个，这个太少了吧？这个可能不会那么少。111真的是乱射一刀。你就算不知道老师的评分标准，你也要至少拿240吧，60 60 60 60啊，及格啊，对啊。如果你不觉得你的舞台会及格，那你来干嘛？就是你为什么3个亿、啊、对，为什么会这么低啊？我又没有什么粉丝基础，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包袱，我觉得有一个人喜欢我给我一分，我觉得都是进步啊。
我也不知道那实力值最后干啥用，咱也不知道。比赛用的，让你走下去的。哦，真是的，你那实力值如果不要的话，你看谁要，你再给他们。对，你可以分给他们。大家等会儿明白一下这个规则，我其实都不太明白刚才摁的时候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你的内测能够得到几分。小霞姐给她73分，你分数最低耶，为什么？你干嘛挑拨呀？什么挑拨？不是因为你分数写最低，我就很好奇嘛。我根本这就不是个分儿，是什么？因为我叫黄绮珊。这是什么烂理由？听我说完。你把自己交给了他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完呢。我超喜欢天泽这孩子，所以就是这是偏爱吧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说实话，打73的。都是因为他确实不在一个标准上，但是呢，我出于爱呢，我说我把自己的名字给他，是我在向他示爱，我以示爱的方式鼓励他。那生的你给最高分呢？其实我觉得85在我心中，我以为是比较，我也以为。这句话好难听，对不起李天泽。是，每一个人心中的标准都不太一样，好特别哦。It's hard to score the first performance because you know there isn't a standard. Yeah, right? You can't really compare to anything else. Yeah. It wasn't a perfect performance, so I gave him a solid 75. To be honest,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get eliminated. 孤勇者李天泽。获得舞台推荐人的314点实力值，你的舞台目标为111点实力值，目标达成，你将会获得设定目标的10%实力值，总实力值为325.1，恭喜你！哦，榜单更新，你目前的排名为第一名。哇，你现在是第一名哎！